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在上一讲我给您介绍了一下啊葡萄的画法。这种画法呢是用颜色去画果实，葡萄的颜色呀是很丰富的，而且变化很多，所以不可能说一次课讲完了以后大家都能掌握。现在关键呢大家要掌握就是一个原则，就是随画随调随变啊。这样的话呢就是要学会因势利导。我们在画一张画之前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一个构想，然后呢根据我所说的那个，比如说 ABC 啊，也就是说重点地方是哪儿，我重点刻画让它突出。凡是紫红色的葡萄都比较突出，是吧？绿颜色呢因为它在明度上有点浅有点亮，所以它呢一般来说它都比紫的要虚一些，是吧？也就是灰一点啊，这样呢我们利用它这个黑白灰的一些变化把这个葡萄啊给它画好。我今天给您带来一幅画，这幅画叫有鱼图，大家看一下，画了一个泥玩具，一个大娃娃啊，他抱着一条鱼啊，就说我们生活有富裕啊，有鱼图。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也先给大家讲讲这个泥娃娃怎么画。我先用一支蓝竹笔润湿以后，我蘸一点墨，蘸了以后在这儿啊就躲开它，然后呢调成淡墨，水分也不要太大。这是它那头，然后二分之一处这样去做啊。我再换一支啊稍微小一点的笔，润湿以后我调浓墨。咱们作画都是一步一步的走啊，把头发给弄起来了。这是个刘海儿，把笔侧锋这么几笔排着，这个墨要浓，这边有头发，这边有头发，然后眼睛，小孩的眼睛啊稍微低一点，中间离的距离远一点，眉毛啊。说起这个泥娃娃呀非常有意思，我在小的时候呢也亲手来做过啊，那个时候啊能够找到一些胶泥，找到胶泥以后呢，然后把它加点水和一和啊，里面最好再加点棉花，是吧？加棉花，然后和的时候连拽打再和呀啊，最后弄得很硬，做出一个大型，就这大型上头没有画呢啊，做一大型，做大型以后给它阴干，千万不要晒，是吧？阴干以后呢然后呢再画，画的时候首先第一遍拿广告色把它全染成白的，染成白的以后干了再画第二遍，就像刚才这种啊。我现在呀调的是大红，大红颜色，这也有民间的这种色彩啊。用一个小笔调了很浓的大红，小抓角这儿啊，这有这个绳，小辫绳，上面还有彩带，小姑娘啊这儿啊点一个点儿，然后这儿啊有个嘴翘翘着啊笑，这儿画一条红的鲤鱼，大红颜色，有一种三绿，三绿太鲜了，我们再加点儿花青，用另外一支小笔调一调，它那个三绿太鲜不好，我们这边给它来一道啊，上面来一道，
下面呢手戴着手套一拖，把这鱼给拖住了。刚才我讲到啊，就是泥娃娃是白的，我们应该呀是想办法把它衬出来，啊，我今天用的是办法是这个啊，您看，鞭炮，画的时候是一个筒，这有个圆面啊，然后这是平行的，这是圆的，这口这儿有一个压的一个印儿啊，这个后面的一定要这么画啊，哎，画到后头去，它就进去了啊。它一般都是两排在一起，它的排列比较自由。看好了，平着啊，平着，这个线条啊不必画得太过于细了啊，稍微粗一点，有力量。里面有个鸟儿，这都是传统的中国的玩具啊，很好，很有意思。有个鸟儿，这个咱们也让它干一干啊。我现在用刚才用过的这个墨的这个笔啊，我调中等墨色，然后我再刮一刮，刮一刮以后啊，水分不要太多，用尖儿蘸一点浓墨，三笔画出一个尖儿来。您看啊，我这儿这么一走，压下去跟画葡萄一样，回来然后再加一层，您一看，哦，这是个鼻器，纯墨的啊。我在这儿再画一个尖儿朝下，我补充一点墨，我从这儿走啊，压下去走，注意的这点啊。哎，我这个鼻器啊，我朝这边啊，看方向都不一样，高低也不同，压下去，然后再回来补一下，补个二层，行了，中间要有一点自然的一个小的缝儿。加一道印儿啊，哎，这是头。上一节我给大家介绍了，我们画葡萄的时候啊，要分两个盘儿来画，一个是紫红的，胭脂、曙红、花青，来一点二青，这是紫红系列。这边是绿的系列，藤黄、花青、三绿。为了减弱它的这种火气，所以我们稍微加一点朱标。用两个笔去调它，都是大白云。这个笔呢，先调，把这两个颜色啊，曙红加上花青，这是紫颜色，适当的来点二青。一会儿再动用胭脂啊，轻易不动用，最深的呀，并不是很多。把这个备用啊，备用放在这儿。下一个呢，先调草绿，这个颜色太愣了啊，再加点三绿，也够鲜艳。然后一定要加，这个是朱标，然后再加点这个啊，好，这个颜色就比较正了。然后加水。这样呢，我们也是备用。紫色，尖儿上调点绿色，一压，啊，然后再调紫色，这个用笔啊，果断一点啊，别优柔寡断。再调点紫色啊，
然后尖上来点绿，这个比较显眼了。它这个紫色比较深，我下面画的时候可以画绿一点也行，啊，有对比它就可以。我下面加点深的了啊，这个时候就要动用胭脂了，胭脂在这儿了，动用它，动用它干嘛呀？要让它衬托。来点二青，在紫色里边，它的构成有很多的方式不同，这样它的出来的效果就好。尖上再调点绿啊，刚才这别扭，刚才这个太绿了，再加点花青。加花青以后呢，更显得暗了，就有的亮有的暗，这样它是有变化的。我在上一讲给大家讲了，就是有的地方需要空这个白的缝，如果说对比比较强烈的就不需要，对比不强烈的靠这个白纸。这点不强烈，有意识的留点白啊，像这些地方啊，露出一部分，实际上这是一个葡萄，这儿啊，补一点儿也是下面的一个葡萄，滋出来啊，我这儿啊，翘出来了，嗯，您看我是随时在变化，根据需要去调。来点墨。比较苍劲的栀子啊，下面是果柄，嗯，然后点果脐往外去啊，这是中心，中心呢点的时候是往外转啊。因为我们拿颜色画的，颜色呢颗粒比较粗，早一点点那果脐，全干以后啊，它就浮在表面了。好，把这些呢都点出来，往往加了二青的，这样呢它显得透亮。太规矩。再来点零散的就不规矩了，就好了。随时调一调。我还想让它再绿一点，所以又加了一点三绿，再加一点。这个衬托一下吧，衬托一下，靠它啊，衬一下。变化，比它，我又调了点紫，比它更深了一点啊。点齐，这个没有太粗的了啊。这比较大的，看它，它是这么走，这么走，那咱们这么走啊。随时在变化，随时在参照。这画了以后，我在这儿啊，
用笔还是要痛快一点啊，不要犹豫，越痛快出来的效果越好啊。您这么去理解，农村呢自己拿柳条编的啊，越是怪越好看。好了，近景中景有了，我们需要往上添葡萄。添葡萄您注意啊，前面有葡萄，后面再有葡萄，容易搅成一片了啊。这一片怎么办？用色彩去给它分啊。我现在用绿色的笔，反过来了，刚才全是紫色的笔。这紫色的呀，我现在加点水再调调，让这个紫色呢比较润啊，比较润，先放这儿啊。绿色，然后尖儿上来点紫，您看这下笔以后绿中带点紫，哎，这是一种葡萄，不一定是不成熟的啊，一个品种。完整的，后面要出现被折住的，是不完整的。然后把它连一下，连的时候就用葡萄去连它，然后再往下画。我为什么从上头开始画呀？上头还是比较这个清楚的，比较实的，颜色呢也比较鲜亮一些。齐了，齐了，破一破。随时调颜色，随时在变化。给它加点二青，加点二青，我加点水，尖上来了点水啊。品种变了啊，加上来点水，您看出来了吧？我这个前面的紫葡萄，后面处理成绿葡萄，这样前后就拉开距离了。您要是还是紫的，那想拉开是拉不开的。沾点水，这个往后添没关系啊。这里头的颜色虚虚的，形不要画得特别完整啊，这里头让人感觉到多。还可以加一点花青，一会儿加三青，一会儿加花青，一会儿加水，所以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多的。这两个绿，这个暖一点，那个冷一点，下面的加水，尤其里面的啊，虚点。再加水，再虚。它靠近纸边了，它应该是最虚的了。我现在用绿颜色，尖上沾点紫颜色，
我这个边没画，没画的意思就是这有葡萄啊，沾点紫。下水，给它接上，啊，看看够不够？不够，再出来一点，参差变化。这是和谐的，来一点紫了，呼应一下啊，就好像还有一串儿。在上一讲我给大家介绍了画葡萄叶子，用中等提斗笔调中等的墨色啊，然后尖上调一点浓的。这张画啊，我想添个叶子。翻过来的，如果着急的话，可以用纸沾一沾，把水分吸一吸。好，现在呢，先点题。这里面有的是成串的，要看好题往哪个方向去。里面的不成串，就是看不出串来了，那就无所谓了。但是也必须要点。啊，行了。然后调浓墨，下笔果断点啊！用浓墨勾一下金，完了以后啊，看看啊，这里头适当的再还可以再补点这个啊，有的细一点，有的粗一点。整体来说，这边葡萄都已经弄完了。啊，现在还是回过头来，咱们弄这边，这个鞭炮的颜色啊，咱们给它变化一下啊。如果还用大红，就有点重复了。我现在用广告色玫瑰红。玫瑰红单用的时候，必须还要加一点白。我现在啊。颜色很浅，颜色很浅，加点白啊！我用这个浅色，我先把小姑娘的脸蛋儿给她画出来啊！这一定要是这底子全干了，要不然就阴了，眼睛一阴可就糟了啊！现在我再调玫瑰红，我画的时候故意的留出一个。白道表示它是有高光圆的啊，有立体感的。我现在用点黄颜色，这黄颜色太鲜了，加一点朱标，这黄颜色就好看一些了啊。我把这个笔啊要涮得很干净，这不有黄色吗？黄色加白，不加白，这个黄色是透明的，加白以后就不透明了。鱼腮、鱼眼，然后画几道鱼鳞，这是非常。写意的一种手法，绿加点红，
基本上就是一个赭石调子，淡淡的赭石，把鼻器的尖儿染一下啊。这三个鼻器，这个尖儿不是白的，挺好啊。这张画呢，基本上就完成了。这个题款啊，一般来说是从这边往那边提，但是，往往有的时候在右边的时候还可以反过来提，也问题不大。这个从哪儿开始下笔非常重要。您看，我给您打个比方啊，这支毛笔在对着它这个边儿的地方不好，对齐了都应该是错落。如果说往这边一点，对着它中间或者对着它里面好一些。有，这是篆书，我们利用它啊，用篆书去提。有余图，拉下来。下面要垫一个小的胶皮垫，又平又比较软一些。这张不要离这个纸边太近，不然的话装裱的时候被裁掉，伤了这个章就不好了。今天这一课呢，我们不仅复习了葡萄的这种果实调色以及它的用笔，同时呢，我们今天介绍了一个泥玩具，一个画法，啊，这个泥玩具啊，就是。是其中的一种，我们还可以画一些小动物，大鸡呀，或者是一些小男孩也行啊，很多很多的样子，大家都可以去入画。入画的时候呢，不是说把它画像了，要用我们自己国画的笔墨去表现它，应该是提炼啊。色彩呢，可以借用中国画色彩和这个民间玩具的色彩相融合在一起。中国画的比如说浓淡不同的墨啊，这个然后呢，有一些是民间的一些什么剪纸啊、风车啊，或者一些面具啊，那些色彩，像这玫瑰红、大红，啊，强烈一点没关系，我们其他的都不强烈，啊，这样辅助于它，让它突出就行了，是吧？这样呢，这个构图大家可以变换，啊，可以画出各种不同的这个好的作品来。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儿，同学们再见。